声音。喇叭在哪？在下面。有点比较小声。是里面小水银电池的，对，那所以万一真的没电就里面换，可以换，哦，是，所以这边是两哎几张六张邮票，对，六张邮票，然后这是三台蒸汽火车，我们这个整个用到的像这三台蒸汽火车，对不对？这个是 CK124的，也是一个蒸汽火车的鸣笛声，哎，先把它关掉，哎，然后后面这一台呢是蒸汽火车国王号。Hey, 就是 DT668这一台。这个是配合观光局当火车游小镇的七个景点。哦。对，如果集完这七个章的话，我们邮局还准备了小礼物要送给他们。还有什么礼物？哎、hey, ，是小礼物啦，就是一种动力这样子啦。嘿、hey.。去了给你惊喜，现在不告诉你。那要背面。好，背面这边。哦，是地图。对，这是观光局提供给我们的，他希望大家到这些地方去玩。所以那个章就是这个章。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盖的章，然后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哦、站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哦，那六个章跟这个章对不一样。所以购买只能预购吗？没有。对，只能预购，明天才发行。对。那发行话也是预购吗？还是发行火车站买得到？我们火车站买得到。火车站买得到。那台中邮局的要也会就是。